我是郑怡姐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台北股市现货以及九月期指今天开高走低，中场现货下跌29点，而九月期指则下跌了15点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整个九月期指今天的当冲走势图。今天整个九月期指嘞，跟现货一样开高走低。那其中嘞，九月期指的最高价它叫10772，在8点48分的时候出现，而最低价呢是在12点31分的时候出现，它叫10687。那今天的区间呢，总共有85点的行情哦，这个最高价跟这个最低价有85点的行情。那么我相信在这个85点的行情里面呢，每一天期指当中啊，总是几家欢乐几家愁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有的人可以赚钱，有的人却会赔钱？为什么？明明大家看到行情都一模一样哦，大家看到行情都一模一样哦，到收盘大家看到行情都长这样，但是为什么有人可以赚到钱，有人却赔掉钱？期货是零和的游戏呀，有人赚钱自然就有人赔钱啊，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区别跟落差？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投资朋友，你有没有想过你今天为什么会输钱？你说啊，老师啊，因为我看错了哈，所以我跑去做多，然后嘞赔了钱，停损掉。各位，没错，你今天可能因为看错了，跑去做多而停损掉。那么我们再追根究底往下探讨，你今天为什么会去做多？哎，老师，因为我听了什么消息，因为我看到了什么现象，因为我得到了什么资讯，所以我跑去做多。但是这个资讯因为不正确，所以我赔钱，没有错吧？应该是这样吧？所以现在重点来咯，你今天会赔钱或会赚钱，都是因为什么造成？就是这两个字叫资讯，资讯会决定你今天的结果。我相信每个人一定都认同，你今天会想要去做多，不管是你个人的主观因素，或者是你看到什么，或者是你听到什么，或者是你得到什么资讯，导致于你今天跑去做多赔钱嘛？这个叫资讯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，资讯会决定你今天成败的结果，没有错吧？就像今天明明该做空，可是你跑去做多，然后又不停损，最后导致于大赔，这些都是因为你所得到的资讯，让你呢赔掉了钱。所以在今天我就要跟大家探讨哦，在这个市场里面，以今天来讲的话，请你告诉我，你觉得你希望得到什么样的资讯？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参加一个投顾老师来带你操作赚钱的话，你认为他今天应该提供你什么资讯？各位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你是不是很希望他在这个地方？哦，在这个地方，这里哦，这里哦，你是不是很希望他在这个地方告诉你，赶快进场去放空？你是不是想要得到这样的一个资讯？没有错吧？你是不是希望得到的资讯就是这里这个地方，赶快试驾去放空，然后跌这一大段下来，你能够很开心、很轻松的赚到钱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接着往下看，这么多的投顾老师里面，我相信你也参加过很多个，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帮助你赚钱？哎，老师，因为他们每次提供我的资讯，都让我嘞赔钱，没有错吧？或者说，他们提供的资讯根本就让你嘞不知道该怎么做。所以我要强调一个重点：当你在这个市场上，你要选择一个投顾老师的时候，资讯是非常重要的。到底什么资讯才是你需要的嘞？来，各位，一定是这个嘛，真正实战的扣讯嘛，真正可以实战的扣讯嘛。那什么叫做真正可以实战的扣讯呢？第一个，多空方向一定要非常的明确笃定。哎，这个今天做多跟做空啊，这个命运真的会差很多。所以多空方向是不是一定要很笃定？没有错吧？不能说模棱两可嘛，可能不排除假设，因为所以蟑螂蚂蚁不能这样嘛，一定要很明确笃定嘛。那再来哦，进场操作的价位一定要很清楚吧，这样子你才有一个依据嘛。再来哦，最重要就是要颜色停损，纪律操作。好，请你看一下你现在跟过的老师，他们给你什么样的一个讯息？我相信你自己很清楚。那既然你想要得到实战的讯息的话，请你来看一下曾老师可不可以提供这样讯息给你。来，各位直接带到我们今天实战操作。我说在市场里面，资讯会决定你的结果。如果说你今天做错的话，你看一下哦，假设你今天是我的会员的话，在今天8点54分拉近，如果你得到这样的资讯，你今天到底可不可以很轻松、很快乐的赚到钱？我相信这个叫废话。我相信你看到这三个字"试驾空"，你已经知道结论了。当今天早上8点54分，你不晓得方向该做多、该放空的时候，如果你有曾一杰的资讯的话，他会很笃定的告诉你"试驾空"。接着我们往下看，九月期指目前的报价10753附近，收讯之后不管价位多少，试驾做空至少2口大台子。
那么这一笔单到底可不可以成交？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8:54哦。我要求会员在10753要干什么？要做空至少两口大台子嘛，市价空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对价对时哦，这8:54哦，来到8:57，你只要去做的一定都可以成交。8:57出现了10756嘛，为什么要让大家对价对时？因为我要证明我的会员朋友收到我的简讯之后，确实可以100%的操作到这一笔单，做得到你才能怎样赚得到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你需要的资讯是能够实战的指令。今天8:54哦，全体会员的讯息哦，我再讲一遍哦。我今天会在电视上所秀给大家看的资讯，都是我们全部所有棋子当中的会员的一个简讯。好，棋子当中会员只有一组，就只有那么一组。好，大家看到的都一样，就只有一组。好，那在这地方10753空单进场之后，一笔单至少两口大台子，对不对？那进场完毕之后，到底呢？这个杀下来到底要在哪里停利呢？要不要猜？我再讲一遍，不用猜。有任何一笔的操作，我讲过了。当你进场之后，你如果不晓得停利点的话，很简单，只要打开这套仙人指路的智慧版，它一定会在一开盘就告诉你多单该在哪里停利，空单该在哪里停利。就像今天8:47哦，你仔细看哦，8:47哦，我们的仙人指路的用户讯息就很清楚告诉我们的会员，今天10705上下两点就是空单停利的参考点。各位你看一下，我们是在8:54才做空，哦，拉近。8:5410753干什么？市价空嘛，哦，市价空10753嘛，对不对？这8:54还没有放空之前，8:47，会员朋友就已经知道空单停利参考点，它叫10705。好，10753放空，10705出掉，这是不是很轻松？是不是就可以跌了96点，对不对？那跌完96点之后，可不可以做多？当然可以啊。那会员有没有做多？当然也有啊，因为在8:46仙人指路的用户讯息，你就可以接收到这样的指令。今天的低点预判，参考地线的支撑在10705上下两点，请预挂这些点位要干什么？要做多啊！你们看到要做多，并且把停损25点设好。我们来看一下哦，今天的最低价出现在12:31，来各位12:31哦。如果在10705去做多的话，会不会停损？没有停损，哦，穿价成交，但是没有停损，哦。穿价成交，但是没有停损。好，假设你有仙人指路系统的话，你今天会在10705跑去做多，一笔单至少两口大台子。接着我们往下看，来到了10:21，我告诉我们的会员朋友，有软体的会员按照8:46的支撑，10705做多者，我们建议短线挂10730，要干什么？要出场啊，挂10730出场。所以今天来讲的话，其实不是不能做多，而是要在对的点位、对的价位。也就是所谓的转折低点，你才能够去做多。那谁可以做到？我们的这套系统的用户在今天10705跑去做多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哦，如果你今天拥有我的资讯，再搭配我这一套软体，你今天是不是多也能做，空也能做，而且多空双向？早盘你会跟着我们的讯息下去放空，来到系统规划的支撑点10705出掉之后跌96点，接着系统所规划的支撑点再做多，来到10730出掉，再涨50点，两笔交易加起来叫多少？涨跌146点，涨跌146点哦。接着我们再来看选择权的操作，我们再来看选择权的操作。今天是9月第二周选择权的结算日，对不对？今天又出现了翻倍机会，今天又出现了翻倍机会，我们今天再度翻倍。来，各位，我说你跟着我做，绝对跟其他老师不一样。我不但强调实战，而且我要尽可能的让你怎样，每一天的行情都能够尽可能的大赚。到底要怎么大赚呢？刚刚你看到是期货的机会，它叫146点。接着我们来看选择权的操作。选择权这是一个好商品，因为它以小博大。亚洲棋王曾英杰就是要帮助你，让你的财富变更大。怎么做？透过选择权的当冲班操作。你来看哦，今天我们在8:54是不是市价放空？来，你仔细看，这叫8:54，请拉近。8:54我们市价放空嘛，对不对？空在哪里？10753嘛，对不对？空完这一笔单之后，接着我告诉会员赶快去买卖权，8:55。9月第二周选择权10800点的卖权，报价在45点附近，直接买多少？20口，哦，直接买20口哦，直接买20口哦。9月第二周选择权10800点的卖权，在45点附近，直接市价买进多少？20口，20口。哦，那今天的买方策略，我们就是买进10800点的卖权，8:55在45点附近给他买20口，这个资金真的很少，只要45000，20口竟然只要45000，好，不到一口大台的保证金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8:55哦，老师，这个8:55这个45点真的买得到吗？我们来对价对时，请看一下，这是9月第二周，这个是10800点的卖权，来到了8:58，
你还竟然还可以看到41点的一个价格，我请会员买在哪里？8点55分买在哪里？买在45点，来这边看这一块，8点55分07秒，10800点的卖权，在45点买它几口？买它20口，买20口啊，买20口啊，啊8点58分出现41点、42点，有些会员朋友甚至于买到这个价格哦，哦，你这个刚刚8点58分嘛，我们8点55分嘛，你去下个单，打个电话下个单，搞不好还买到更低哦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就算它45点。好吗？算到45点，这一笔单今天啊，盘中啊最高冲到哪里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讲出来你会吓死，冲到120，哦，冲到120，12点31分，我们在这里买。我说你真正需要的资讯，像这种选择权的资讯，就是要在这个地方赶快通知你进场，这个就是证据，这叫证据。8点55分，8点55分在这里，各位你们看到，这是9月第2周，哦，这个叫10800点的卖权，这是它的走势图。来，今天在这个地方，如果你能够得到一个资讯，通知你在这里赶快买进。买几口？买20口，45点，最高它冲到120呢，有没有翻倍？翻倍是多少？90点。我们今天翻倍出掉，我们今天翻倍出掉。来，各位，9点57分，提醒选择权的会员朋友，9月第2周选择权10800点的卖权，45点的部位已经翻倍。各位，翻倍代表什么意思？来到90了嘛？来到90了嘛？已经翻倍出价90点，高涨点，手上的部位可以获利调节出场。手上的部位可以获利调节出场，这一定出得掉嘛？最高来到120呢，我们出在90呢。好，没关系，就出在90，不用出在120。45点进场20口，90点出场20口，这45000的资金啊，会变成9万块，你知道吗？这翻倍之后，你的财富又多了45000出来，这财富又多了，就这样一笔操作，你的财富又多了45000块出来。那你知道这45000块等于什么？等于大台子的225点。哎，这真正惊死人！今天用45000的资金啊。所操作的这个机会啊，竟然比我们的台子期的操作机会还要大。各位，你看哦，这台子期今天做2趟啊，来，这个是应该是空了哈，我们早上是空，空下来出掉跌96点，做多上去50点，这两个加起来才146点。但是选择权你用45000的资金啊，竟然可以得到比大台子来回操作的机会还要大。所以为什么你要跟着我做选择权？你看哦，这个选择权就是以小博大的商品，你用45000的资金。哦，这个45000没有很多嘛，我相信每个人都一定有45000，没有45000你不用做期货了。那这45000的资金，如果你跟着我们来做选择权，各位今天的效果，你会发现到非常恐怖，45000翻倍变成9万。各位，如果说你出在120的话，我跟你讲更恐怖，来，出在120的话，你45000的资金会变多少？12万，就是这么厉害。选择权就是有这种魅力，翻倍的魅力，但是你要跟对人，你懂我意思啊？要不然你自己乱做一通，你会发现，哎，选择权我来点了咧，假龟苓膏。所以这个选择权啊，你要跟对人，这个也是有专业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不是说每个人全部去买，全部都会赚钱，不是这样。有多少人都在吃龟苓膏啊？像今天，你要是站错边，你去买权，我跟你讲，你压多少钱啊，赔多少钱？因为今天整个是跌下来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但是你跟着我做，你去买卖权，这个就是资讯。你有这样的资讯，你的45000就会变9万。所以你说资讯重不重要？资讯真的实在是太重要了。资讯决定你的结果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在今天你又发现到了这样子85点的区间跟行情，你竟然可以看到这么多点数，来加一加，371点，371点等于多少钱？各位，371点等于多少钱？371点等于74200块，74200块，就当它7万块好了。各位，如果你今天拥有我的资讯，你可以享受到7万块的机会，你为什么不来跟我做？你为什么要自己乱做把它输掉？老师啊，因为齁，参加你要付这个会费，没有错啊，当然啊，使用者付费这天经地义啊，但是我给你最优惠的专案啊，你去想想看，如果你今天有我的棋子当冲讯息，你又有我的选择权当冲班，再加上我这套仙人指路的系统，我借问一下，我电视顶管讲的这些，是不是就是你有可能得到的结果？来，你来看哦，你今天有我的简讯再加上软体，今天就是棋子涨跌146点，你如果再有我选择权的讯息，惊死人。45000变9万，结果就45000价差225点，你是不是通通都可以得到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588专案真的有很贵吗？并没有很贵哦，我算给你听，来，我真的算给你听，这个选择权225点，再加上这个期指146点，等于371点，371点等于74200块，刚刚我算过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比这个还大？有没有比这个还多？有吧？那你去算一下，588，你把它除以这三项，把它除以三，除以三，除以三。是不是一项才多少？196，阿内闹鬼，那个下面的字拿掉，三合一的全方位服务，你仔细看，三合一哦，
我给你三样都给你哦，三合一的全方位服务，我们一路到哪里？2019年的1月30号，真闹鬼，还有4个多月的时间呢，4个多月的时间呢，你一天就有7万块的机会，你接下来还有4个多月的时间，这怎么会不划算？看完我马上进来，你听我的意思不？所以利用今天哦，不要每天都在错过机会，每天看我的节目都在羡慕我们的会员，不要每天羡慕我们的会员，留意中场资讯，赶快跟上曾英杰的脚步，明天跟着我们一起做，这个才是当务之急。好，善加把握，利用中场资讯，跟上我们脚步。我们稍作休息，大家回到节目现场，谢谢各位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为了帮助全国投资朋友战胜期权，曾老师特别推出了一个圆梦专案。圆梦专案，全方位体验营，全方位体验营，棋子当冲讯息，棋子当冲讯息，期权操盘软体，期权操盘软体，选择权当冲班，选择权当冲班，三项商品选一项，一季38800元。三项商品选一项，一季38800元；三项商品选两项，一季58800元；三项商品选两项，一季58800元；三项商品一起选，一季68800元；三项商品一起选，一季68800元。战胜期权刻不容缓，让期王帮助你圆梦，速拨迎战圆梦热线0800370888。0800370888，让曾老师帮助各位战胜期权，一起来圆梦。欢迎各位踊跃洽询，谢谢大家。迎战期权，你必须用对方法，跟对专业人士，用对专业工具。期王曾老师帮助您圆梦，期指当冲讯息，期权操盘软体，选择权当冲班，三项商品选一项，一季38800元。三项商品选两项，一季58800元；三项商品一起选，一季68800元。战胜期权刻不容缓，速拨圆梦专线0800370888，0800370888。期王曾老师选择权当冲班，天天出手买方策略，风险有限，机会无穷，天天享受倍数机会，看着别人赢，不如自己赚。做对选择，选择最好。现在立刻拿起电话，一通电话保证惊喜，价格满意。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确实消毒，鸡肉蛋要熟食，要买合格标志的禽肉蛋制品，不生食，不购买，不自行宰杀，不喂食，不接触，三要五不勤防护，人间处处有晴天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，很多投资朋友在过去参加过很多老师啊，可是不但呢连会费都没有赚到之外，还赔了一屁股，为什么？我跟你讲啊，这个选期货老师啊真的很重要啊。你在台面上看到很多老师啊很会解那个事后盘的啊，讲得越精准啊你越不能参加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些老师他们通常只会解盘，他们根本就不会实战操作，所以你会发现你参加他们之后，你会发现他们的扣讯多空解盘模棱两可，好像怎么讲都对，涨上去也对，跌下来也对，哦，根本都是在事后诸葛。那接着呢，断章取义，他可能会从那扣讯里面去断章取义，然后呢，来事后诸葛，根本就没有任何明确而且实战的指令。所以你去注意看哦，很多那种解盘师他的节目，你会发现他从头解盘解到尾，可是他却没有让你看任何一通，要会员真正进场去操作的那个指令，他为什么不敢秀？要么就是做错嘛，要么就是没有做嘛。不然他为什么不秀？如果真的可以大赚的话，为什么不秀？
一定要秀的嘛，让大家分享一下你带会员做了什么动作嘛，这样子人家才会想要参加。那为什么不秀？就是因为做错或者是没有做。所以这种越会分析越会解盘的老师，你越不能参加。可是曾老师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我说资讯啊，是你所需要的，资讯会决定你的结果。所以你能得到什么资讯，你的操作的结果就会不一样。像曾老师的资讯，你看哦，以期指来说，今天8:54，你有我的资讯的话，你会试价进场去放空。那这一段跌下来，你当然可以享受得到嘛，对不对？那在哪里可以补掉，而且可以做多？我们的系统会告诉你，在10705你可以去做多。那这样子一多一空之后，你会发现今天空下来96点，今天做多上去50点，两笔交起来它叫涨跌146点。还没结束哦，我说你跟着我，你参加我，你选择了我，你选择了我，我就有责任有义务要帮你尽全力的享受到最大的机会。所以不但我会带你做期指之外，我还会带你做选择权啊。今天的选择权它的机会竟然比这个怎样，比期货还要大。你看我们今天8:55买进10800点的卖权，今天刚好结算，结算的时候行情通常比较大，45000变90000块，价差45000，这相当于大台指225点哦。你看到、哦、这两个加起来，你加一下，是不是等于371点？371点等于74200块嘛，74200块。那用这一笔钱来付会费，绰绰有余。而且你会有三样东西，我刚刚上半段讲，你会有我的期货简讯，你会有我的选择权的简讯，你还会再有这一套仙人指路的智慧版。三项服务，三项商品，可以说是三合一，全方位。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得到跟我电视上所讲的效果一样。这个叫期指146点，这个叫选择权翻倍，45000资金变成90000叫翻倍，价差45000，相当于大台子225点。那老师，你会不会只有今天做，所以才今天做对，所以才这么臭屁？来，各位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连续三天，南宫涨9月11号，这个跌下来这一段，涨上去这一段。我昨天开始送各位中秋好礼，就是三合一。昨天的期货，你去看一下节目怎么做的，我都交代了一清二楚。涨跌多少？254点。昨天涨跌共计254点。来，各位，昨天的选择权有没有让大家失望？没有啊，还是有20000块的机会啊，相当于大台子多少？100点。那两个加起来你看，每一天的操作，这个又是354点，354点等于多少？70800。付会费够不够？绝对够。那为什么你还不进来？因为你还在，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宁可自己玩掉、输掉，然后都不愿意进来嘞，跟着专业人士来做。我不晓得你的价值观是什么。来，再来哦，这一大段跌下来更恐怖。9月10号，一笔空单就272点。再来哦，选择权哦，惊死人，翻几倍？翻3倍，44000资金变成132000，这价差88000，相当于大台子440点。这个加起来付会费怎么会不够？哎，这一天几点？700多点呢、欸，700多点等于多少？等于140000呢、欸。三天过去了、喔，一天700多点，两天300多点，总共多少？各位，700多点14万，两天300多点，7万，28万，28万来付这会费怎么会不够？三天的时间而已、欸，期指的当冲简讯，再加上选择权的当冲简讯，再加上仙人指路的系统，三合一全方位的服务，一直服务你到明年的1月30号，这三天就28万呢、欸，各位。那为什么你还要等？我不晓得为什么你要等。你说老师，因为这会费很贵，真的有很贵吗？你只要完全跟着做，不要有自己的想法。各位，这电视上的效果就是你得到的结果，所以不要只是羡慕别人。其实你也可以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你也可以，只是你要不要这样做而已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你取得什么资讯，你就会得到什么结果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本事，我相信我讲过，在期货市场里面，要么你就是高手，要么你就是赚走别人的钱，不然你就是被人家赚走你的钱。所以你想当哪一种人？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赚走别人的钱，而不是希望自己的钱被赚走。所以利用今天哦，三天过去了，每一天都是大行情，每一天我们都做对。该怎么做？留意中场资讯嘛，取得我的资讯，明天开始跟着我们好好的来做，不要再乱做了。不要把钱输掉之后才后悔莫及。利用今天三合一中秋节的好礼物，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开心而且轻松的赚钱。我们明天见，谢谢各位。
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稳住，抓住桌角，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为了帮助全国投资朋友战胜期权，曾老师特别推出了一个圆梦专案。圆梦专案，全方位体验营，全方位体验营，期指当冲讯息，期指当冲讯息，期权操盘软体，期权操盘软体，选择权当冲班，选择权当冲班，三项商品选一项，一季38800元。三项商品选一项，一季38800元；三项商品选两项，一季58800元；三项商品选两项，一季58800元；三项商品一起选，一季68800元；三项商品一起选，一季68800元。战胜期权刻不容缓，让期王帮助你圆梦，速拨迎战圆梦热线0800370888。0800370888，让曾老师帮助各位战胜期权，一起来圆梦。欢迎各位踊跃洽询，谢谢大家。迎战期权，你必须用对方法，跟对专业人士，用对专业工具。希望曾老师帮助您圆梦。期指当冲讯息，期权操盘软体，选择权当冲班，三项商品选一项，一季38800元；三项商品选两项，一季58800元；三项商品一起选，一季68800元。战胜期权刻不容缓，速拨圆梦专线0800370888，0800370888。期王曾老师选择权当冲班，天天出手买房策略，风险有限，机会无穷，天天享受倍数机会，看着别人赢，不如自己赚，做对选择，选择最好。现在立刻拿起电话，一通电话保证惊喜，价格满意。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水也要钱，电也要钱，还要缴电话手机费。妈妈，我的学费不要钱。哪有这么好的事？因为有五岁幼儿免学费的政策呢。那私立幼儿园也有补助吗？念公立免学费，念私立补助15000元。哇，太好了！年所得70万元以下家庭另有加额补助呢。要去哪里办呢？幼儿园就可以帮你办，快